色特制马告香肠，切片摆盘，飘出阵阵香气，配点蔬菜一起吃，超解腻。想要品尝原民美食，不用跑台东、台北就能吃到。在这里，我们带了一些不同族群，像阿美、布农。台湾族的不同的部落饮食，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饮食来更了解台东，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年热气球季节能够来到台东旅游。台东县府携手原民会北捷举办原游会市集，新中山现行公园登场，除了展现部落餐饮、小农美食，还能享受音乐、体验 DIY 活动。现场集结40家原住民品牌，想要耍文青也没问题。这个立马就正如我刚刚所提到的，它不仅仅是原住民16族5、1、2、3、4、5的意思，同时也是手的意思。那这个是整个南岛语系国家地区的民族共通性的语言。那我们也希望原住民的各项产业以这个立马为它的一个商标。它的特色，台东除了自然美景，更有丰富人文资源。这回北上开展，要让大家认识原住民。旅别新闻综合报道，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，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